说，吴书记啊，我怀疑这齐恒会不会以证据不足，判被告人无罪？所以咱们市委是不是应该有个防范的意识啊？有什么建议吗？咱们能不能破个例，召开一个班子碰头会，名称就叫“学法用法集体学习会”？顺便啊，把公安局长找来，介绍一下案情，在我们领导层达成一个共识。 以组织的名义让齐恒按有罪判决，不行，绝对不行。这么做，就是干涉法院具体办案，跟中央现在的司法改革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咱不能犯这种错误。就这么办吧，徐院。嗯，哎，咱们这个陈大律师啊，终于把这些资料看完了，这么快啊？啊！ 而且他明天先去公安局和检察院，然后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材料，再去拘留所和咱们的被告人见一面，再给他两三天的准备时间吧，就可以开始了。哇，没想到这个陈大律师办案效率很高啊！徐，那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好。 告诉你的手下，到时候放开手脚，一切有集团公司在后面兜着。哎，哎，陈述以最快的速度看完了九幺六案件的全部档案。 并且找到了公安、检察院以及和被告人谈话，了解了非常详细的情况。刚才庭前会议一结束，他就小声地跟我说，他对这个案件做无罪辩护的把握非常大。但是检方坚决起诉，他们与公安方面一起对本案的材料和证据再次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他们认为此案不可能被推办。这个。 案子呢，现在院里啊已经发了公告，三天以后啊，咱们就开庭了。牛老，你要不要再跟他们嘱咐嘱咐啊？什么？陈律师这次是做无罪辩护，是要全部推翻公诉方的调查证据。怎么样？有没有压力？ 压力当然是有的，但是牛老请您放心，有大家的鼓励还有信任，这点压力不算什么。好，明白人都知道，这个案子的压力不是来自于案件的本身，而是来自于案子的背后。 但是我不怕，大不了就是脱掉法袍嘛，大不了我就做一个像陈述那样的律师。好，好，好，好的，好的，我马上过去，啊。这个曾主任让我过去吧，啊，希望大家好好准备，啊，争取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 先这样，徐，您的杯子。哦，谢谢啊，好好准备，随时迎接每一个困难。二位都知道。 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坚决镇压，绝不能手软。主任，我表个态。
我们齐州中院坚决贯彻执行领导的指示，绝不手软。具体到这个案子呢，是刑一厅在审，这个齐院长负责刑审这块。主任，咱们听听齐院长的意见。张主任，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审理完，是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还是报复，现在还不确定。我怕过早的定性呢，会给主审的法官带来一种心理暗示。这个被告人当庭翻供是他的权利，庭审法官呢休庭择日再审也是属于正常的法律程序。你说的是对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休庭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一些同志都认为法院不能因为被告人一喊冤就住手，这世上有很多罪犯临死的时候都不认罪，都在喊冤，如果是一喊冤就停的话，那么多案件怎么能审结呢？是啊，曾主任说的是，一些犯罪分子喜欢玩这事，在公安局的时候什么都认，到了法庭上就疯了，有意拖延判决的时间，拖个三年五年七八年他们赚，但是对被害人和受害人是极大的。其实我们还是重证据，证据充分，证据链完整，就算他一个字不说我们也可以定罪。但是反过来，如果是证据不充分，证据链不完整，就算他认供了，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判决。这里边规矩我是懂的，但是只要我们把他判了，我们就可以给区指挥长林法官还有许许多多奋战在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干部还有齐州市的人民群众有个交代。啊，不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要实行办案法官对所审案件终身负责制，以前出了问题呢顶多评个反，国家和政府呢赔些钱完事儿，但是现在不行，要追究审案法官的责任，所以法官们的压力很大。这些啊我能理解。院长，按照规定啊，庭审当中要更换这个承办法官必须由院长您批准，在这里呢我想提出申请，此案更换承办法官由我来担任审判长。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亲自做主审法官是为了保护下面年轻的法官？我的意见我想齐院长也都明白了，我相信一定能做到依法判决。曾主任您放心，我会牢记我法官入职宣誓的誓言，我会忠于宪法，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依法办案。好，我完全同意你做这个案的主审法官。哎，我也听说了，不光是学生，还有很多民众在他们的街道上也纷纷的弄起了这种活动。谢谢你了。他们这是搞民意绑架，想挑起民愤来对法庭施压，干扰法院的正常工作。哎呦，就怕是一群处在青春躁动期的学弟学妹们，你给他三分阳光，他就能给你灿烂整个世界。灿烂怎么了？他们还能咆哮公堂不成？我觉得呀，这次好像不是在审理一个案子，更像是一场博弈。什么博弈？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律为准绳的新的法治观念和传统的以道德分辨善恶以舆情为参照的人治观念的博弈。齐院，哟，齐院来了。来，坐。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齐任，请您放心，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100%的把握，但是99%绝对没问题。还没开庭呢，话可不要说那么满。如果陈述在法庭上能有上佳的表现，翻过这案子问题不大。既然牛鼎，不久前我刚跟陈述又见过面，他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膛表大态，说他那边没有问题，铁定的疑罪从无。看来大家准备的不错啊，都是信心满满的。这个案子呢，刘月阳和王默继续当审判员。这个审判长呢，我建议换人。为什么呀？齐任，我是不是哪点做的不好啊？你没有哪一点做的不好。那为什么呀？别问了，听齐任。齐任，那你准备换谁呢？换我。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什么？我当法官。对，因为我才是这个案子的审判长。以前啊你是，现在呢我是。齐远，你非要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之上吗？我即使啊不当这个审判长，也是在风口浪尖上。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丢掉乌纱帽啊，大不了啊我再干回老本行。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对我怎么失望？因为你根本就不信任我，你觉得以我的能力我根本就扛不下这个案子，是不是？这跟信任不信任没关系。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怎么就不领情呢？你这个就是性别歧视、年龄歧视还有职位歧视。齐远，难道你之前说的所有的话都是骗我们的吗？你之前在学校你演讲的那些内容现在还历历在耳呢。你说我们这些当法官的，我们为什么啊？我们通过了那么多的考试，我们通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入额制考试，我们那么辛苦挣那么少的钱，不就是因为心里还有一团火吗？你说你不怕丢掉乌纱帽，为了你心里的梦想，难道我就不能为了法治和正义丢掉我的乌纱帽吗？马拉松，你就别说东说西的，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我是在维护你。现在啊是法官办案终身制，你要办了冤案错案，一生都要负责的。齐远，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不同意你站在我面前替我去背锅，替我去挨刀，而我自己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后面。今天这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对话，而是两个平等的法官之间的对话。别说气话了，齐远，你实话告诉我，你会不会迫于外在的压力判被告人死刑？你觉得我会这么判吗？我不相信，你不是个见风使舵的人。我会对得起你这份信任。我得到法院那边消息啊，说那个齐恒啊果然喝不了三杯鸡酒，现在啊他要亲自上阵，自己当主审法官。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对呀，就是我们想要的。他想当英雄，让他去当好了，或许啊审委会都拦不住他自己的意愿。哦对了，公安局那边陈叔和郝行见了面，刚刚陈叔来电话说他看了案卷，已经掌握了公诉人的死讯。好啊。对了，你和刚球两个人啊把接下来的事情好好落实安排一下，千万不能有任何的差池，好吗？嗯。
谢谢。就吩咐了。大家听好啊，明天各自带着自己的人分头走，到时候都给我化化妆啊，看我的眼色行事，明白吗？明白。学院我算是看出来了，你遇到操心的事儿就玩这个牌解，是不是？就算是。喂，啊，来的都是学生。对，可能还有一些围观的群众。对了，他们说现在手上有一张上万人的请愿单，都签字了。您看。好的，我知道了。出什么事了，队长？门口都是一些理工大学的学生，说是为了曲小燕的事儿来请愿的。汇报了吗？汇报了，刚汇报完。走，走。曲燕，哎，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仅是理工大学的人，还有许多外面人，好像都是来请愿的。请愿？请什么愿？让法院坚决判王红死刑。他们这是想强压我们。你看是不是把法警支队做好布控，或者给公安打个电话？我觉得不用吧，只要不影响法院的工作，不影响交通，应该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担心人一多，情绪一起来，容易失控。失控？不会吧，只要公开透明就不会失控，就怕藏着掖着，流言四起，那样才容易失控。哎，我还是担心会出什么乱子。应该不会，你这样，你请示一下杨院，看看他什么意见。杨院今天啊去南部区法院工作会议上做指导去了，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他不了解具体情况，你是负责行审的副院长，具体情况由你全权负责。行，我看这样，先不用惊动公安，咱们还有法警嘛，是不是？我还是觉得力量不够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行，那你就安心听审吧，我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紧急情况也好及时处理。好。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报告审判长，庭审准备就绪，可以开庭。好，大家坐下。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现在开庭，待被告人上庭。
辩护人，你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有什么提问吗？请问审判长，辩护人在开庭前提出的要求全部证据实物到庭的要求是否已满足？是的，都已到齐。谢谢审判长。请问公诉人，你们对于那件作为关键证据之一的马甲有没有做过仔细的查验？做过。请问在上面发现了什么？有被害人的口沫、脸上的油脂等等，这是用马甲捂脸捂嘴后形成的痕迹。那在上面有没有发现被告人的汗渍？当然有，这能说明什么？好，再次请问公诉人，除了这些，马甲上还有没有发现其他什么？有，马甲的某些部位上面沾了一些尘土。确定是尘土，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确定是尘土。好，再次请问公诉人，这件马甲始终保持着发现时的原样，没有破坏性的改变过吗？从发现到现在，几次检验都严格的执行勘验流程，保存也是使用专门的物证收纳袋，不可能有破坏。审判长，我的提问完了。公诉人，你还有没有证据证词需要向本庭提供的？没有了。辩护人，你还有没有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供的？没有了。法庭在调查阶段，控辩双方所出示的证据来源真实，举证合法，经双方质证后无异议，本庭予以采纳。现在就全案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在辩论中，辩论发言应经法庭许可，控辩双方注意用语的文明，不得使用讽刺、侮辱的语言，语速要适中，以便法庭记录。发言的内容应当避免重复。首先，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好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我院提起公诉的王鹏故意杀人一案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对庭审实行法律监督，现对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发表以下意见，请法庭注意。王鹏的犯罪事实在起诉书中已明确认定，并为上次和今天的法庭调查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在前次庭审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供认不讳，不需再加论证。但是，为了更加充分地揭露本案的犯罪性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提请法庭对被告人给予严厉制裁，以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公诉人有必要对本案再做进一步论述。拉拉同学，我问你，那如果法官判错案子，那就不能重新再改判了吗？如果是冤假错案，也得给人家平反昭雪。总之是人民法院，人民有监督权。那好啊，那我来监督。但上次庭审，在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被告人竟然对曾经的有罪供述全部否定，企图全盘推翻。公诉人在这里再次重申，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考虑被告人蔑视法庭、拒不认罪的态度，依法给予严厉公正的判决。公诉人的意见暂时发表在此。被告人，你有辩解吗？我没有杀人，我没罪，我都听陈律师的。下面由辩方律师发表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齐州市天地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鹏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仔细查阅了全部案件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严密的分析，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存在诸多疑点，公诉方提出的罪名难以成立。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首先，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鹏犯故意杀人罪，罪名
不成立，也不符合任何犯罪要件的构成。关于本案中起诉书认定王鹏故意杀人的证据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公安机关在现场提取的凶器及那根树棍，其二是现场提取的被告人的马甲，三是现场提取的鞋印与在被告人家中提取的皮鞋底印高度的吻合。下面我仅就这上面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指纹，公诉方能够证明这件马甲是被告人王鹏的，这一点辩护人没有任何异议。但是为什么在被害人的贴身衣裤、身体以及外套上没有发现任何被告人王鹏的指纹、汗渍、油渍等之类的痕迹？卷宗里说，上次庭审时公诉方的回答说是依据推理，被告人以暴力的方式胁迫被害人自行脱去衣物，而在外套上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是因为技术问题。对于这种推测，公诉方把它归结为合理推理。公安机关也有人举例说，有名的福尔摩斯大侦探就是通过一些细小的线索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理抓到罪犯，但他们不应该忘记了，历史上的这些大师们在进行合理的推理时，每一层推论都必须寻找到相应的证据来支撑，然后通过推理、寻证、再推理、再寻证的不断努力，最后连接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证据不足，用想象来补充，把想象当成实证。审判长，公诉人，等到下一个辩论环节，再向辩护人提问，你有这个时间。好的，审判长。审判长，辩护人有个请求。说。恳请审判长允许辩护人在发表辩护词期间允许公诉人自由提问，这样辩护人可以更有时效性、针对性的回答，以节省法庭的宝贵时间成本。允许辩护人的请求，公诉人可以在辩护词发表期间有针对性的向辩护人提问。公诉人继续刚才的提问。好的，审判长。公诉人想问的是，平滑的丝绸内裤上没有发现被告人的指纹，但也没有发现除了被害人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的指纹，那么内衣裤不是被害人自己被迫脱去的，还能是谁脱去的？公诉方这话问得好，辩护人在此着重的声明，在法学界对事实一般使用两个概念，一个是客观事实，一个是法理事实。打个比方，假如甲遭受到乙的杀害，这只能说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在法庭上需要采信的是法理事实，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乙对甲进行了杀害。而现在不管公诉方无论怎么说都没有办法证明案发那晚被告人事实上接触了被害人，所以在法理上也就不能证明被告人杀死了被害人，这就是法理事实。第二，凶器，根据法医鉴定的报告，受害人是死于腹腔内部的动脉破裂大出血，最后失血性休克而亡，那么那根插入身体的树棍就成了最重要的行凶证据。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件非常重要的证据，除了能证明是致被害人死亡的凶器外，丝毫不能证明是被告人王鹏使用过，因为在树棍上面没有提取到被告人的指纹，当然也不可能提取到，因为树皮的表面干枯且粗糙，不可能留下清晰可辨的指纹。那么既然树皮的表面十分粗糙，罪犯在使用它行凶时会不会刺伤自己的手，从而留下细小的血迹与痕迹呢？甚至会因为紧张出汗将自己手心的汗迹留在树皮表面呢？可是经过侦查机关的仔细化验，在树皮表面没有发现任何被告人的生物学痕迹，自然的他们就推论被告人是用自己的
马甲包裹着树棍进行作案的。那么辩护人在这里不禁要问，既然被告人都谨慎到用自己的马甲包裹着树棍来作案，但却听任这件马甲以及自己的鞋印更大的物证留在犯罪现场，这符合常情常理吗？因此在树棍上面没有被告人留下的任何痕迹，只能导致出两个结论。第一，是被告人根本没有使用过这根树棍；第二，是虽然使用过却没有留下痕迹。但即使是后一种情况，即确实有人使用过，那就能在法理上认定被告人是唯一使用过的人吗？万一另有其人呢？综上几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只要我们用无罪推定的方法来进行推论的话，那这一件公诉人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重要证据，实际上就成了证明被告人并没用它来行凶的证据。再往上推一步，也就证明了被告人并没有杀死被害人。刚才所有诉讼参与人员都听见了辩护人询问公诉人那件马甲的保管状况，公诉人回答说保管得十分完好，并且公诉方在上面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痕迹。陈班长，辩护人申请现在需要拿出这件马甲以证明一个事实。允许辩护人的申请，但不要损坏或污染证据。明白。指定法警把辩护人申请的证物拿上来。请看大屏幕。辩护人申请为你们指出检查的部位。同意辩护人申请。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干燥的粉尘与湿润的泥土沾上衣物所形成的痕迹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干燥的粉尘与人行道上的尘土形态相吻合，而犯罪现场的杂草丛生，加之前一天又下过一场中雨，杂草上的尘土早已经被冲洗干净。马甲落在草地上只能是沾上湿润的泥土，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就只能证明马甲是落在了人行道上，但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犯罪现场呢？我们不妨来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理一下。据上一次庭审，一号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被告人是在喝了酒的情况下将马甲搭在自己的肩上摇摇晃晃离开的。走了，别找不着回家的路啊！操你的心！哎，等等，咋了？钱都给过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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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行行，哎呀，把这个拿上。这个。哎嘿。而后又经过了犯罪现场外的人行道，这也就可以说明，马甲完全是有可能在被告人经过人行道时滑落的，而他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下没有感知到，后来被别人拾到带入了犯罪现场。审判长，公诉人要求提问。好，公诉人可以发言。好的，审判长。辩护人，这真正是纯推理了，如果事实上不是这种情景呢？因为还可能推出另一种情况，被告人在隔离围挡外面开始控制被害人时，由于动作激烈，马甲滑落，被告人赶紧拾起背心重新带入犯罪现场，而在滑落时就会沾染上人行道上的干性尘土。辩护人也曾考虑到第二种推论，但是这有可能吗？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攻击时，他必须放下酒瓶，双手控制被害人后才能将其拖入围挡，哪里还有心思和时间容他弯腰去捡拾马甲并一同带入犯罪现场？所以辩护人推理说，马甲是在被告人经过那段人行道时掉在了围挡外面，被此后不久到来的人捡到带入了现场，在实施完犯罪后又将他故意留在了现场，以便误导警方。审判长，辩护人发表最后第四条辩护理由。
辩护人申请拿出证物皮鞋给大家看一看。指定法警将证物拿上来。请大家仔细的看这双皮鞋，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双崭新的皮鞋，不像是曾经被穿过的。它的底部啊，的确是有与地面接触过的痕迹，但那是因为被告人在买鞋当晚试穿时留下的，仅在家中走过两三个来回，所以摩擦的痕迹啊，轻微的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舒服吗？走两步。试试。啊，我还没见过我爸穿皮鞋啥样呢。合适吗，大小？合适。嗯，磨不磨？不磨，不磨，不磨。那就好。咱这买这鞋就赚了。哎，谢谢王贵。不要客气，我们是一家人。等我以后赚钱了，你要啥我给你买啥。收起来，过年穿的啊。请问，控方有没有比对过这双皮鞋底部的泥土？是否和案发现场的泥土相一致？同款的皮鞋多如牛毛，仅凭款式一样、尺码一样，就证明被告人到过案发现场，这也太儿戏了吧？其实啊，这双皮鞋是案发前的五天，被告人的女儿买回来孝敬父亲的，商店打折货，价值50元。被告人也说过，要等到冬季天凉了才穿。如果被告人在犯罪的当天就将他穿上街了，那么他皮鞋底部的摩擦痕迹就远远不止如此清浅。还有，据一号证人的证言说，被告人常年穿的是一双布鞋。他平时就撒了一双那个破布鞋，冬天也就在最冷的那两三个月他才穿正儿八经的鞋。这双作为证据的皮鞋啊，它是皮鞋厂批量生产的，经查证，仅这一次打折促销，全市就卖了1000多双这种鞋子，与证据一个型号的也卖出了100余双，也就是说，全市有100多人拥有相同的一双鞋子。因此啊，这双皮鞋现在要作为证据，它不符合证据的排他性原则，必须还得有新的证据来证明，就是这双皮鞋确凿无疑地出现在犯罪现场过，才能排除其他100多双相同鞋子的嫌疑。很遗憾的是，我们相关机关没有仔细的一双双排查，可能是因为时间紧迫，也可能是被告人的违心承认有罪，使相关机关大意了。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综上所述，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几件主要的证据都不具备完全的排他性，大多靠主观推理支撑。因此，本案的被告人王鹏不具备犯罪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刑法是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而处以极刑，则将永远剥夺罪犯在新的证据出现后所享有的利益。为了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恳请合议庭认真研究，根据客观事实和法律证据，依法判决宣告被告人王鹏无罪。梁兄啊，谢谢你的支持和理解。哦，不不不，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真的谢谢。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了。行，那你先忙啊。被告人，你是否同意辩护人的意见？我不会说话，我反正没有杀人，我都听陈律师的，陈律师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大人，大人。好了，被告人，公诉人，请继续。好的，审判长。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曾经全部认罪，后来在庭审中却全部推翻，不排除被告人有心存侥幸、拖延审理、逃避法律制裁的居心。不错，被告人是在公安机关曾经认罪，可是这种认罪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前任辩护人对被告人说，此案已成铁案，
于是乖乖听取了前任辩护人的授意，在法庭上通通认罪。公诉人还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公诉人没有了。被告人还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没有。辩护人还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没有了。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你可以依法在本庭做最后的陈述。我没有杀人，陈立树说的是真话，我就是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没有杀人。被告人，你除了这两句，你还有什么新的意见要发表？没有新的，就是旧的。我没有杀徐小燕，我没有杀徐小燕，我没有杀徐小燕。现在宣布休庭。颜渊啊，我结束了，我就等宣判了。不用紧张，他们一定会拿到审委会上去做决定，不会当庭宣判的。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负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是一滩